这是我的第一双 Superga 小白鞋，是之前去韩国旅游买的。鞋垫软硬适中，超适合小个子的腿长。最近我又买了一双小白鞋，结账时店员告诉我，9月5号前有鞋子上色活动，趁着开学前带儿子去玩一玩。上色前先跟我一起把鞋子洗干净吧。Hello，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双小白鞋呢，是我去韩国第一次买的 Superga 小白鞋，充满了我对旅行的回忆。而这次的彩绘小白鞋活动呢，加深了我对这双小白鞋的深刻回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忘记说。我的粉饼呢，已经被我用到剩下这样子。如果大家有推荐什么样的粉饼产品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